人民啊，所以啊，民意啊，才是政府的这个施政的根基。但是现在马政府啊，竟然是国共论断的共识作为施政的根基，形成啊国共联合地带的这奇怪现象。啊，谁唔知啦？北京呢？伫北京你看起来，看台湾的政府的时，实在你笑讲啊，台湾有即款的王总统，我讲一句，伊拢照安尼搞啊进行。即款人敢有法度将来长久啊，台湾甲中国大陆，甲子子孙孙啊和平的关系有法度维持啊？伊嘛安尼想呢？还是咱遮家己吼的人吼，无安尼咧想啦？这款的老想法，我看呢，可能无法度通维持啊。这就是我拄仔你讲的这口号的重点，就是伫这所在。只有咱团结起来，各五岛啊，拢办赢起来，自然啊，唔免咱国民党内面都有法度起码啊，来大家这个波台啦，这个情形就会发生。所以啊。但现在所有的最悲哀的代志，就是习近平会当甲这个企图要消灭台湾主权的中国谈笑这个勾结，无愿意啊台湾在亚洲共享国势，尤其是甲清除有关系台湾的重大问题，比如讲一句话的这个强调。看这个强小小的代志就好，这都袂晓咧安怎来进行，完全是听命中国的指挥，无属于台湾民意的强烈的反应，不但不接受民意的感动，更要拒绝人民的公道。观察两年来政府的施政的行为，台湾民主好似就敢那反民主的这路。出现了新形式的违反的政治，但是我拄仔你讲起台湾西国的，就是一只呢，真欢喜的代志，就是台湾有民主制度啦。无管你今仔日你要讲安怎，两千十二年就要来发展啦，发展你要如何是要安怎来，这就是台湾的命运啦。这就是家己有法度来决定咱的命运的唯一的这个咱的制度，因此咱国需要稳健的民主机制，甲成熟的民主的作用。这就是台湾最咱宝贵的物件，甲中国大陆无共款，就是民主啦。有这个民主，咱应该大家民主协会要大家斗阵来努力，这就是咱一个目标。第三项啊，民主的这个最麻烦的代志，就是法治甲教育的问题来。你啊，看卖最近的这个法治发生遐尼多，这个国家的贪污的问题，这个也是第一块吼。实在讲，马总统啊，马上就应该就落台才对啦。哦，这款的法治的教育思想，人民啊。政府啦，应该好好安尼，即个代志，予民主社会发挥十分的自由的意志，民主竞自由的竞争的方式为基础，对即个代志应该呢，大应该都考虑国家大代志，比最近的这个法官的这个贪污的这经营本身啊，实在讲起来。全世界真少的一个阵地，这应该啊，要安怎好好来为了台湾啊，来解决啊，这就是现在咱的政府无法度通来了解的代志。政府在做法的顶面啊，违背民主的原则，这就已经啊不应该啦，而且啊无理性。这不是只有中央政府，最近发生在苗栗县
中部的政府征收农地这个案，这个案本身啊，在这个媒体方面啊，拢有咧讨论。政府为了满足财团需求，强行征收弱势农民的土地，已经啊引起农民的这個反感。不但不农民的反感，透过这个各方面的反应，一寡有关的诶，即关心的人，大家呢已经啊游行来反对政府不尊重民意的即款的情形，哦，来讲抗议，认为甚至啊，一个民主制度快速发展的社会，政治啊必然存在联合大众之所好的这危险性，只能靠民主的法治教育来解决，而且民主制度本身才有法度进行来破解。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台湾经过数十年的努力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到达中华民国台湾。现在已经是台湾中华民国啦，无偌久啊，会卡这种中华民国就取消啦。以及最近的国家正常化的发展，斑斑的历史，就是咱老火老官努力的成果。虽然大家讲我是民主先生，实在无大家这个努力，大家这个。老火老干，哪有今仔日的成果？台湾在民主化成功了后，虽然啊经过两次的政党轮替，但是总结来讲起，政府的表现在人民的感觉中加分的少，加分是真少啦，减分是真多啦，反而也少啦，失望的真多啦。表示咱的民主实践啊不如理想，尤其是马政府承认了后的，承认了后的台湾，因为失意，失意啊，要倒落去向中国，要靠中国，你台湾家己要做什么，拢无咧想，一切拢是靠中国想要来生活，以致民主啊变阿刁，和台湾下日啊人。所庇护不安定的这环境，过去曾经努力支持台湾的真多国际社会的这个朋友啊，都为了台湾的民主发展啊，公开啊表示担心甲烦恼的这看法。但是作为台湾的一分子，咱啊无必要灰心，不过唔通失志。我阿路要体会责任的重大，啊，咱有这个制度，要甲好好啊建立起，把这个制度为中心啊，来保护咱家己自己的台湾。民主是台湾生存的这个命脉，所以啊，追求民主改革的决心啊，是永远啊袂当改变的。只要咱啊。坚持目标，奋斗不改，贯彻民主主张，一定会当建立不懈向正义的支持，以及最后的胜利。李定辉民主协会已经啊走出成功的第一步，定辉期待贵协会会当结合。认同民主的所有的人士，同心协力，为台湾国家等长治久安奉献最大的力量。最后，蔡主席再一遍啊，感谢大家啊，对李定辉民主协会的支持，并祝福大家健康快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周周的领导。
Thank you.